针对着县内一挂中大型病院，医师故意减少健保病床，来要求民众使用自费病床的状况来质询县府卫生局。叫咱，那伊传咱叫吼，爱搁补贴钱吼，其实对因来讲，真的是负担真大啦。啊，无你啊，放伫迄个，另外放伫迄个急诊室吼，你啊看，啊，迄品质敢好？刚才他们健保方最基本的哈，健康医院他要求在他们病床数里面，要75%的病床是健保方。可是严重的不足，严重的不足之下，他怎么可以关掉我们的健保房？你刚才因是变啊，是安怎来要关掉啊？是安怎？应该节省什么经费？但是我觉得1000多个病床怎么来？符合怎么来满足地方一些乡亲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一个就医的一个需求，尤其刚刚我们议员有提到说，你一个医院里面一个医疗里面，你病床的一个健保床都关掉，而你现在生病的一些乡亲，你相对要付出更多的一个经费来买一般的一些啊特别的一些床哈。人家跟我讲，你比多都比多了哎，那个什么那个饭店的钱都还要贵啊，生病已经很可怜了，家属要花了更多的钱来买这种病床费。会长机关也针对南投县医疗品质比其他县市较差的部分，也督促县长李朝卿以及县府卫生局要赶紧来做出改善。我是感觉非常悲哀啦吼，感觉大家健保费，但是为什么外县市提拢是我所讲的吼，金卡、健保金卡，为什么咱提是普卡？我感觉讲非常的不公平，在医疗品质上，我想南投县还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空间。当然，粉丝也要肯定你了哈，在你这几年的一个重视跟努力之下，那的普卡是有升级为银卡，中正以上哈，没有例外，来上到老板级哈。那个要是哪？要是啊，那后来那的医疗缺乏哈，真的非常严重了。整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重点是呢，就整个医疗部分呢，我们来已经在今年呢，有帮我们辖内3家急诊中心医院呢，向苏里面申请支持医疗救护的补助款啊，包括补助在这种疾病外，还有在还有在儿童重症方面的急诊方面，那另外在幼儿医院是有关脑中风啊。的急诊的部分，那还有在不秀是在急诊照顾方面哈，都有在这方面来提升我们辖内急救中心医院的医疗水准。局长，我刚刚问你医师听来电吼，我刚刚咱是做慎重来面对我们咨询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别当凊彩公共哎，就我刚刚给你单位咨询的时候，给你问个远距医疗照护，你完全答不出来。结果刚刚县长讲的那么好。另外，机关赶紧现在指出，目前主流感疫苗预防下的人数不如预期，加上民众拢加提药啊，可无吃完的浪费习惯，来要求县府卫生局应该就这个问题来提出有效的督促和改善的办法。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